伴们，欢乐中国年，我要上春晚又和您见面了。本节目由王老吉特别呈现，过吉祥年，喝红罐王老吉。在上一期节目当中，来自全国各地的展演者让我们看到了展演技的风采。由于他们的精彩绽放，在网络平台上啊，也获得了很多的支持和点赞。而作为主持人能够来到现场，我也是受益匪浅，不仅让我见证了各位表演者的专业和敬业，也让我深深感受到了什么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本期节目还将呈现更多的精彩，欢迎观众朋友们在央视频、央视文艺新媒体为喜爱的节目和展演者加油助力。我要上春晚，就要你好看。让我们响起热情的掌声，有请今天的第一组展演者亮相我要上春晚。让中国功夫走向世界，是我们肩上的使命。
棒了！啊，你就是刚才从树上倒挂的那个小师傅是吧？刚才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功夫？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刚才展示的是倒挂金钩。倒挂金钩需要日积月累、坚持不懈，每天的练习我们的毅力和腰腹力量。平时我们一个节目大约是5-6分钟，但是你日常的训练，你这样一次训练要多长时间？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吗？是的。真是大师兄，我看小伙子们都特别的年轻，你能不能告诉我们大家大致的年龄大约是？10至20岁。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练的？5到6岁开始练。你到目前为止也差不多练了有15年左右。对，10年了有。在10年的苦练当中，你对武术会有什么样的体悟？持之以恒，坚持不懈，不管就是说经历什么样的困难都能挺过去。持之以恒，坚持不懈，我相信每一个小伙子们在20岁之前上的重要的一课。再次谢谢你们的精彩表演，也希望你们把中国人的这种精气神儿带到世界各地。再次谢谢各位。She knows I'm thinking of her. On my way through the day and the night, the stars shine above me. She's been gone for some time, but I know I truly love her. And I'm singing a song, hoping she'll be back when she hears it. My heart goes shalala.
您看见我在边上在跟你一起唱了吗？对，我看到，我看到，我真的，我几乎想过去找你一起。这首歌啊，我小时候的歌，1974年唱响，整整现在算来50年。您的年龄，你要介意我就不说了。我没有71啊，说无所谓啊。71岁，看着像不像17岁的小伙子的身板？岁月对您来说不是刁难，而是雕刻。虽然我觉得岁月在您身上没有留下什么痕迹，但是您毕竟有71年时光的沉淀，所以今天来到我要上春晚欢乐中国年这样的一个舞台，我特别希望您能够留下人生的一些感悟和智慧。要活在当下，当下开心，所以你有空就多唱唱歌，不会唱无所谓，听我的歌也可以啊。我不知道现在00后的小伙伴们知不知道，只要你过得比我好。那我们全部一起唱一次，啊！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过得比我好，什么事都难不倒，所有快乐在你身边围绕。只要你过得比我好，哇，真的会唱。过得比我好，什么事都难不倒，一直到老。祝福各位，都是什么事都难不倒啊，一直到老。谢谢钟老师给我们的鼓励。其实只有把自己的快乐挂在脸上，你才会感觉到幸福的每一天。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下一组展演者亮相，我要上春晚。就像一场舞蹈，用心才会更加美好。怎么大风越狠，我心越大，宛如一丝尘土，随风自由的在狂舞。牵手中坚定，却又飘散的勇气。我会变成巨人，打着力气踩着梦。怎么大风越狠，我心越大，犹如一丝潇洒，随风轻飘的在狂舞。我要深埋心头上冰翅，却有种小的勇气，一直往大风吹的方向走过去。吹呀吹呀，我的脚风擦，我吹也吹不回我纯净花园，任风吹任它乱，会不灭是我尽头的展望。哦，吹呀吹呀，我只叫我害怕，我吹呀吹呀，无所谓扰乱我，你看我在勇敢。你看我在勇敢的去挥手啊，是你们会给我一扇心房，让我勇敢前行。是你呀，会给我一扇灯窗，让我无所畏惧。吹呀吹呀，我的骄傲放荡，我吹呀吹不回我纯净花园，任风吹任它乱。风越狠，我心越大，我会变成巨人，踏着力气踩着梦。
之劲草，大浪能淘沙。感谢每一位演员用力与美诠释了生命的顽强。我们也特别希望每一朵青春之花在岁月的长河当中能够心随所想，如约绽放。希望文艺作品能够经得住时间的考验，经得起大浪淘沙。有请下一组展演者亮相，我要上春晚。希望我们火火的表演照亮精彩的每一天。
觉得他们俩刚才简直是性命相交，极为默契。为什么这么默契？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是夫妻搭档。他是哪个国家的人？他是法国人。跟我们说说你们俩是怎么走到一起的，可以吗？我们在旅游的途中认识，一直到现在已经12年。当时你是有做这样火的表演吗？没有，当时是他先在玩，然后我是大概在一起好几个月了之后他教我。他是你的老师？你的学生聪明吗？很聪明。今天还有哪些绝活想要再多展示展示？他准备了一个绝活。哇，太厉害了！哇，功夫我试不了，我谢谢你，真的。快过年了，我们中国人最在乎的是一个年字。每年过年你怎么过年？特别是在中国过年的时候，包饺子、看春晚、打麻将，对。新春文化一个都不落。让我们掌声有请下一组展演者亮相，我要上春晚。
听了这首歌，心里最大的想法就是想回家，想妈妈。到了年关，妈妈的味道成为我们内心最大的惦念，也许是一道菜，也许是一声问候，或者是一句唠叨。你穿秋裤了吗？穿了。你开心不开心？今天还行。你累不累？有点儿。过了年，我们又要各奔东西去追求自己的梦想，但是妈妈说会永远记在心里。我们的身体位置也许离家乡会越来越远，但内心的定位会离家乡、离妈妈越来越近。也谢谢今天我们所有的创作者带我们一起体味亲情、友情和爱情。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下一组展演者亮相，我要上春晚，有请。从前有一只狼，他来到小溪边，看见小羊正在那儿喝水，狼想要吃掉小羊，于是他故意找茬儿。这只小羊，你弄脏了我的水，你安的是什么心？我怎么能弄脏你的水呢？您在上流，水是从你往这流的呀。哼，我听说你去年还在背地里说我的坏话。亲爱的狼先生，去年我还没出生呢。我不管，不是你说的就是你爸说的都一样，今天我要吃了你。住嘴！你凭什么吃我？哼，童话故事里都是这么说的呀。这，你哭啥呀？我得哭着对您说。好，你哭着对我说。童话里都是骗人的，我不可能。停，我们确实不可能。咱俩演绎的不是一段爱情童话故事，谢谢。那什么类型的童话？狼也不会把主人公给吃了呀。狼吃掉主人公的童话还少吗？比如说小红帽。猎人掀开大灰狼的肚子，把小红帽给救了出来，再往狼的肚子里放石头。还有啊，东郭先生。东郭先生跟狼一起找老人评理，老人一刀把狼给杀了。还有三只小猪。大灰狼从房子的烟筒里钻进去，掉进了锅里，三只小猪快乐的炖狼肉。你哭什么呀？做狼太难了。你是不知道啊，老妹儿啊，我每天晚上九点被狼王派出去捕食，早晨九点回到狼群，我一只羊也抓不着，就在那个草原上只有我一只狼遛啊遛啊。哦，这属于九九六啊。对。那你们狼王平时都干啥呀？我们狼王平时都跟你们羊在一起呀。这还能跨物种的友谊呀？但我们狼王身边的羊都是一片一片的。哦，一片洁白的羊群。不是，它是那种的一片一片的。哦，还有那种一串一串的，然后我再撒点孜然，然后再辣椒，跟那滋滋那种。谁知盘中餐里的，谁的父亲，谁的丈夫，又是谁的儿子？但是你怎么长得跟这些羊不一样啊？是不是还没成熟啊？不是没成熟，是还没熟呢。还没到时候。你们狼真坏，天天吃我们羊肉。我们狼只有狼王坏，只有狼王能吃到羊肉。我们呀，都吃狼王给的大饼。但是我们狼王可是说了，只要我们表现得好，我就能跟狼王 P
平起平坐，成为狼王的合伙狼。我对老狼啊都特别好，老狼平时烤的兔子我都帮他守着，晚上帮老狼站夜班。你呀，这是讨好性狼格。是，他们都说我是什么 ENFP。 没想到您这么委屈啊。还有更委屈的呢。我生而为狼，但我活得老狗了。你们考试不？考啊。我相信同学们也都考试吧。我跟你说，科目一科目二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最让我头疼的就是科目三。科目三？我啊，我在狼群垫底，人家狼群都是这种。那垫底为什么能派你出来抓羊呢？哎呀，这不是为了完成 KPI 吗？哎呦，你们狼性文化可真可怕。哎呀，还有更可怕的呢。我其实是一个害羞的小狼狼。但是他们总让我去跟狼群团建。哎妈，我老害羞了。团建？你们狼群还团建？那都干啥呀？玩狼人杀。全是狼，咋玩啊？玩不了啊，贴一壁，一扔，全是狼，游戏结束了，多一个角色没有，尴尬不？那确实挺尴尬的啊。说起团建，我们羊可在行了。啊，你们也团建？我们去年啊，刚淘汰一个游戏。啥游戏啊？就是呢，把所有不同品种的狼堆在一起，然后找出三个品种一样的狼就可以消除，全部消除掉呢，就可以加入当地的狼群。啊，听着挺简单，但感觉玩起来挺复杂的哈。你这是一点狼性都没有。没事，我来激发你的狼性。大可不必，你太山了，我下不了嘴。老山，大家说他山不山？你是一只恶狼。我是恶狼。对，好，我是恶狼。你现在就要看前面，看到没？远处那个天空中的月亮，你要向它发出一声嚎叫，喊出来，喊出来！妈！这声音好像不太对呀，再来一遍啊！再来一次，再来一次。没事，别放弃。看到没？狼王。狼王。他抢走你最心爱的大饼。大饼，最后一个大饼都不给你，你先要抢回来，用你最凶狠的眼神看着他，喊出来，喊。你看这是什么？狗吧，我是不是还没进化完呢？哎，你进化完没完我不知道，反正你被驯化的挺好的。啊？难道故事是这样的？啊？从前有一只二哈，把狗宝宝生在了狼窝里。这狗宝宝从小就跟狼长得不一样，所以受到了排挤和嘲笑。这故事就叫丑小狼。谢谢。其实我们在生活中有非常多的童话都伴随着我们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但是特别可贵的是刚才这两位演员把小时候我们大家都读过的童话《狼和小羊》的故事加上了他们对现实生活的理解。童话我们有三个时期都可以读，一个是我们的小时候，好的童话可以成为我们人生的底色；第二个时间段就是等我们有了宝宝，陪着孩子一起读童话；然后再有等我们上了年纪再来读童话的时候，你会发现童话里说的都是真的。
错，我们都要负责任。是否我爱了不该爱的人？其实我想要的并不过分。爱过你，至少我坦诚承认。有些错我们不用去争论。演唱，相信这首歌对于我们90后、00后来说，一定都是非常有感触的。我想，流行音乐的魅力正在于让我们忍不住的随心律动，单曲循环。优秀的作品经过岁月的沉淀，也会由流行变为经典。也让我们期待有更多经典的作品涌现吧。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下一组展演者亮相，我要上春晚。激勃发，静待开花，我们的青春以梦为马。Thank you.
看，这是朝鲜族刀舞，其实是朝鲜族民族民间舞当中非常有特色的一种舞蹈。我刚才听咱们中央民族大学的老师给我介绍的时候说，刀舞是原来源自朝鲜的宫廷当中，所以它不是那种我们所谓的利刃，就是那种直的很坚硬的那种刀，而是带有这种软的这种有环的这种刀，是一种他力量的表现。我们的编导老师把这个传统的民间舞蹈融入到作品中，然后我们通过刀舞的这个形式来表现出中华大地的冬的景象。最后的那段音乐是春暖花开，是朝鲜族的民歌，朝鲜族的故乡的春，所以这个作品取名为冬，其实让大家感受的是冬天蕴藏的巨大的能量力量，我们带着这样的力量向前去迎接春天的到来。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都能够收获春暖花开。观众朋友，欢乐中国年，我要上春晚，由王老吉特别呈现过吉祥年和红冠王老吉。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期待更多的朋友能够登录央视频央视文艺新媒体平台，为你喜爱的展演者喜爱的节目加油点赞，也让我们再次大声地说出欢乐中国年，我要上春晚。下期再见。在金秋相遇，这是一年一度的相聚，喜悦传遍了神州大地，电视机前那最美的约定，我们带着春晚期许送给各位欢声笑语，也同样带来春的寄语，要送给你们春风一缕。那最大的舞台就在前头，今天的表演要握紧拳头，只要在有梦想有追求，全国观众都为你加油，保证你来就是惊喜，当成你最爱的 party，陪伴你一直到除夕，每周末和我们在一起。有梦就大声喊，嘿，我要上春晚，哦，这次不一般，嘿嘿，我要上春晚。听那掌声多火爆，看着节目多热闹，为了全家的欢笑，让我们齐聚在今宵，男女老少来聚焦，春晚是他的目标，唱起快乐的歌谣，度过难忘的今宵。才华你有才艺，全国各地的姐妹兄弟拿出咱实力吸引大伙注意，不管来自哪里我们为你助力，无论歌曲舞蹈魔术杂技，相声小品戏曲和传统